想起正宗的钵钵鸡，不用跑几百公里去乐山吃了。今天教你在家也能做出干净、实惠又好吃的乐山钵钵鸡。五块钱一斤的三黄鸡，冷水下锅，配点姜葱，用大火熬煮20分钟，把鸡汤熬鲜，鸡肉捞出来自然放凉，再剁成细条条备用。其他的配菜根据个人的喜好，想吃啥子整啥子，穿不穿看你的心情。每回有好吃的菜，我都马上拍成视频分享给大家。看到那么多朋友都给熊儿点小红心，一切都记得了。食材的烫制时间决定了钵钵鸡的口感，我怕大家记不住，就打在了屏幕上，记得收藏保存哦。找一个大蓬蓬，蔬菜先垫底，再放上荤菜，剁好的鸡放面上。相比红油的钵钵鸡，藤椒味的鲜香麻爽，更适合女性朋友。吃得辣的放点小米辣，加热鸡汤能让食材泡得更入味。和匀以后淋入汁水，泡个10分钟就可以开干了。照我的方法做的钵钵鸡比外面买的还好吃，不要悄悄的学哈，要分享给自己的朋友。